那么也跟各位介绍哈，我们圣德宫价钱的圣德传艺剧团，我们的谢范将军，平时其实我们并没有在庙会的演出，好，我们的谢范将军都是在舞台上做传承的这个表演。那么呢，为了要迎接喜乐的台棒回来到虾，好，我们的谢范将军即将好来准备来恭迎，恭迎咱高大贵会，好，咱这个谢范将军，好，谢范的贵将军，很主席，也请咱台棒回来到虾准备进大陈列，恭迎圣哥。好，咱头前请吼，然后继续向前吼。感谢好，台北庆和馆，好，我们的太古镇准备进行我们松山圣德宫以及我们立法委参选的许淑华，我们的临时红毯准备来参礼。好，非常感谢，好，由我们的王庆忠老师带领，还有我们的王生官老师、王生义老师也都来现场了，非常感谢，感谢我们的忠哥，感谢我们忠哥，高霞，高霞。都是在舞台上，所以是亲自出马，要亲自出来迎接他们。这还没到，还没去。三姐。
去刚好了。哦不出门表演的哈、好，我们都是要靠着八年的修行的修行哦，感谢。来了来了来了！哦，欢迎欢迎！哎，我们都是要下将军。
再来新的将来反将军小花礼拜哦。好，来感谢，谢谢啊，辛苦咱回咱老乡，谢谢将军哦，啊，辛苦辛苦。好，咱两个团准备要签马座喽。好，要你们准备喽。好，一人上去之后准备。拿去带去带去。好，我走到这边，拿到这边的位置，拿到车。